以后你要是吃饭没胃口的时候，就像我这样炒个下饭菜。这个菜你要是学会了，三碗米饭都不够我吃。首先树上摘的蒜苔切成丁，由热下5毛钱的肉末炒出油汁，然后放生抽老抽，蒜末小米辣炒出酱香味。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最后放蒜苔，加盐鸡精，蚝油，翻炒至断生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下饭菜，不管是拌面条还是拌米饭，都非常的好吃。